兄弟的姐姐好像喜欢我，但兄弟不知道这事。昨天他姐忽悠我，组团忽悠我，就为了让我去他公司上班。没想到第一天就……你工作就是陪我呀？我陪你算啥工作呀？你咋答应我的？你不说一开始让我来学习啥的吗？你一共就四个工作，陪我开车，陪我吃饭，陪我聊天，好开心啊！我是姐，怎么那么简单工作做不好啊？我是陪呀、啊，我干啥呢？那是，哎呀，我求你了，你真的，你换个人吧，我不用为你，你招个大姨啥的。哎，你刚才看我镜子了吗？你咋的了？我眼睛好像进什么东西，你帮我看一下来。严重吗？哎、可疼了，看这个眼睛，哎呀，肿。我帮你吹一下。帮我吹一下。你好好吹，我你干嘛呢？我咋整的？扶着吹一下。我扶住下巴啊。哦，这个。对，兄弟，不是刚才你、哎、你看，进来那个，你活没干完，出来溜达什么啊？干啥？你回来回去干活去啊？对啊，不是你别你乱说啥呢？你咋就怎么说我就是他对象了？你咋断的啊？哥，咱的玻璃都痛了。而且我刚才都看你嘴都这样，我什么嘴来了？但哥不知道，你别乱说话，我咱俩的不是你想的关系，哥们儿。啊，对，是。再一个，你跟他，你说啥？不是，哥，这你起来的，起来的，不是，听我的，那啥，哥不能往出说，放心，哥。我就跟你一个人出去啊，不是这什么，不是。哥来了，哥！哎，你叫我哥干啥呀？我比你们小的。喝点水，哥。哎，别，你都我前辈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行，那你有啥事儿告诉我。哎，我上个厕所，我。啊。你说啥呢？有人有人。哎，哥，你看你用软点儿，你结实点儿。哥们儿，你今儿不忙啊？你上班没有活吗？盯着我。我的妈！又干啥？那个，我洗里面没有洗手液，我新买的，哪有？滚！你这都滚！我的天哪！我真受不了这班，我兄弟们，我一天上不了了，我不干了，怎么了？我搁楼上听那么大声，谁欺负你了？我。是不是你们俩欺负他了？现在公司就摇哪都传说咱俩现在处对象了。说咱俩有事儿、啊，我现在都说不清，就是他们现在就基本上啊，都这么认定的。而且我说实话，我这活吧，我进，姐，我跟你说话，姐。啊？我说我干不了了，我今天就走了，完了明天就拉倒，我就不来了。我知道了、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那个我一会儿上去给他们开会澄清一下，行吗？这事儿咋能说明白啊？肯定能说明白，我说什么他们还不信了，走吧。能行吗，姐？听说最近有传我跟小鱼有什么裙带关系是吗？我也不知道谁传的哈，但是我得讲一下，我跟他吧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单方面的我很得意他。啊！别再传这些东西，别让我听见。好的。好吗？就这一件事。行。不是，你是。啥意思啊？那你当大伙面那说我，你是得意我，你喜欢我还是咋的？你干啥呀？那么说呀？你想多了，你普信男啊！不说得意，你就是喜欢你啊？那不一个意思吗？怎么就一个意思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懂。我不跟他们说我得意你，他们不会多教你东西啊？为了让你跟他们多学习嘛。这种事儿你就听姐的准没错了，就姐对你最好了。等我感觉你这有点太过了吧？你哎，你过来来啊！我上哪呀？咱俩去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我好好给你讲一讲。没有人看到？嗯，就这屋、啊，没有玻璃。不是，哥，不去，我那什么，我那个我刚才厕所没上明白，我再上一下。要急啊！你让我姐夫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？你接头戏那人，不知道？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啥时候来的？啊，这是上班的咋样？我姐照顾你呗，非常照顾啊，这挺好的。嗯，那个，这听说我姐夫公司有绯闻，我要有姐夫了。
行了，姐夫，不可能，你姐俩一天就想到这，走兄弟，我先吃口饭，走，吃口饭，吃口饭，走。我这事我挺高兴的，他到岁数了，要真给我找个姐夫，我不是你姐，你姐这岁数还行，你不着急。那什么，你平时经常来你姐公司吗？哎，这个小的地方，一年到头他就来一回，我可能来一两回。那你今年那个份额就是不是用完了？嗯，啥意思？以后别来了呗。